年纪比较轻的时候都太在意别人看待我的眼光跟想法，会变得很没有自信，反而现在你已经不在乎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反而会觉得哎，好像自己就变得很有自信。我觉得美除了外形占了一部分之外，我觉得亲和力很重要。当一个人你愿意亲近他，一定会觉得看起来很舒服很顺眼，那个亲和力就是一个女人看起来美的要素。我觉得了解自己，然后喜欢自己，对自己觉得很自在的女人，我觉得是最漂亮的。对事物保持好奇心，就是年轻的心态的不二法门。